收看传习法师弘法行。所以过去祖师说啊，但自勤劳解垢衣啊，不敢向人夸精进啊。他说我自己处里面的脏东西，我怎么敢跟你们说我很精进呢？修行只不过是把自己里面的脏东西去掉。所以啊，这个叫什么？具足万恨。这个具足万恨，既是对内破我们自己的啊种种的无明惑业，净化我们的这种啊这个习气业障，同时也为了利益众生、庄严国土，啊，具足万恨。所以这尊佛的名号啊，这个地藏菩萨在这里说瞻仰顶礼请问的，也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。在座的每一位，我们所有一些要修行的都要按照这样子，这样子从始至终，从师之奋训时啊，到具足万行啊，这样子。然后有没有终呢？有没有终？有没有终？地藏菩萨这里，尽令解脱啊，这个啊，尽令解脱罪苦六道众生，广设方便，尽令解脱，而我自身方成佛道。以是于彼佛前立思大愿，于今百千万亿，哪有他不可说劫，尚为菩萨。又于过去不可思议阿僧地劫，时世有佛，号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，彼佛受命四百千万亿阿僧地劫，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，束缚身后，众所亲近，行住坐卧，诸天卫护，其母姓邪，常清三宝，装说方便，劝诱其母，令生正见，而此女母未全身性，不久命中，魂神堕在无间地狱。到这里啊，从前面啊发菩提心啊。从前面啊，地藏菩萨在师子奉训具足万行如来面前发菩提心之后，这样的怎么样啊？无量啊，这个数字说，百千万亿哪有他不可说劫啊？这个佛教里面有好几个数字都是很广大的啊，哪有他也是一个，哪有他到底是多少？它也是无边际，还有阿僧底，阿僧底是多少也是不知道啊，无边无际啊，不可说，不可说也是啊，这个。但虽然我们不可说，虽然是哪有它，但实际上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，实际上是有。久远劫尚未菩萨，还在做菩萨呢，履行他的大愿。
履行他的断言。然后接下来又说第二尊佛，又是过去不可思议阿僧地劫，阿僧祇劫，十世有佛号觉华定自在王，也就是说前面是狮子奋迅具足万恨的话，这下面这一尊呢，这个是觉华定，这已经是住了而且已经自在了。请问我们有没有觉华？我们有没有觉华？我们这个觉华吧，或有或没有，它本来就有，但是呢，我们没有善知护念，然后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其实是不是就念自己啊？就念自己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，南无无量光无量寿，就是我们的心就是无量光无量寿啊。如果你能常常念，那你那个花就觉悟了嘛，就开放了嘛。如果你能常如此，那就定了嘛，对不对？就定了。你常常能定的话，能与业力都能够不被业力所转，那你就自在了嘛。自在了。所以所有的佛的号你都要觉，不是说说他的，所有的佛号都是彰佛的德的，这个佛的德就应当我去实践的。我就应当如是去实践这样的德。所以我们听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时候，我们要问我自己，我的觉华开了吗？我觉了吗？我的心花开了吗？我的心花能定下来吗？我能定的时候，与种种外境和内境，种种的烦外烦内恼，那不被干扰，能得自在吗？那我一切法之中能安于觉华而为王吗？不被他所转，不被他所坏，然后如来，你看佛号都是这样的，每一个字号的。为什么说讲经一个字可以讲一个月讲一年都可以呢？因为每一个字，觉华可以讲很久，定可以讲很久，自在可以讲很久，王什么是王也可以讲很久，如来无所出去无所从来，如如不动啊。如来这都讲谁啊？都讲谁啊？都讲我们的，我们的，都是讲我们的。然后这一位佛住世的时候，这一位佛呢跟众生说法，是不是也是就说这些法，让不明白的众生明白他的觉，然后让他们的觉花能开，觉花开了能安住在这个觉花之中，能够安住与得自在啊，与十方世界而究竟坚固不动如王啊，然后能自由自在的无所从去无所容来啊，这个如不动啊，就是佛出世就是讲这个的啊。那所以对有根器的，对这佛陀在净土在好的地方，那讲大乘法就纯讲这个大乘法，就讲这个纯然的净心地，净心地就叫大乘，知道吗？谁都有的，诸佛也是同体的，就讲大乘。那有的根器不好呢，他就讲讲小乘法圆觉法啊，此事苦汝当离。我们别说那个净心地那个嘞，我们还转在我们外造的这个业呢，这个五浊恶世都是我们造的业，我们自己造的业把我们自己迷惑在颠倒里面了，你说你苦不苦？我们迷在我们造的业里面都不能自拔，你更何况我们讲那么高一点，讲你的心，你的心的纯然本净的状态，如来如如不动的这个王，离这个还有一点距离啊。所以你先不要贪着在你那个苦境当中，那个苦境就是你造的，你既然是你造的，你就安忍吧，你就不用丢，你不取也不要舍，知道吗？所以对苦的境界，你比如说地狱里面你恐惧地狱，我怕我不要地狱，我要逃出去，请问你能不能出来地狱？出不来的啊。你在地狱受苦的时候说，这个苦啊是我无量劫造的恶业啊，我愿意接受啊，但是我对过去造的恶业我深信忏悔啊，忏悔恶业，对地狱不排斥，对地狱的苦忏悔过去的恶业，请问这样有没有救？就救了。这个本来地狱就是我的心变出来的，我的业变出来的，那我心一忏悔了，那业就转变了嘛。
哎，所以叫解铃还需系铃人呢、啊。既然地狱是我们造的，那你是我们心造的，我们改变心好了，就改变地狱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就像我有时候在修行啊，我在试验，我这个做梦，那梦是不是我们造的，对不对？哎，然后我有一次这个梦里面，我就想，哎，这个性那个梦是我的心的显现嘛？那这个梦不是真的吗？那梦可以改变的嘛？那请问梦可不可以改变？那就可以改变了。哎，那很神奇的，这个很神奇的，所以地狱也是这样子，啊、嗯，你要想怕地狱，我不要受，我要逃出去，逃不出去的，四面圈都是跑不出去的，但是当你心里忏悔业障的时候，慢慢的一点一点它才会变，心态变到后来，自己知道忏悔了，自己痛哭流涕了，哦，说我对不起这个啊，我害了我自己不说，我害了多少众生啊，看一个众生会忏悔了。那个心就柔软了，心一柔软，一有惭愧心、忏悔心，就能得救。所以所有的升天也好，去极乐世界之好，能给我的印象的就是他要离开了，都是这种德现出来了，啊，才是。所以有三恶道的，都是那个，哎，刚强、贪嗔痴慢疑，哎，所以这个，哎。所以佛陀不准哪不管哪一尊佛陀，他的名号都是彰显这个他的内在的德，这个内在的德就是我们众生本具的，但是需要我们众生也要回光返照去这样去修。哎，他说在这个里面啊，这个佛寿命是四百千万亿阿僧底劫啊，这寿命长不长？这么长，但是怎么样？有没有灭？还是啊，因为众生怎么样，这个所谓的佛有灭吗？佛没有灭，众生的缘没有啊，知道吗？他虽然寿命很长很长很长，但对于没有缘的众生还是看到佛灭度了。就像我们现在一样，现在如果你真的大乘，现在你了达心地了，然后经过种种的修行加行修的，然后啊，你越来越感受到释迦牟尼佛还在。哎，所以你看我们寺院里都是那个八个字嘛，灵山犹在，法华未散。哎，请问释迦牟尼佛的梵音已经消失了吗？释迦牟尼佛这个智慧的眼难道没在看我们吗？释迦牟尼佛柔软慈悲的手难道没在救我们吗？哎，这其实不是啊，佛手还在救我们啊，佛的眼还在看着我们。但对没智慧的人、没福德的人，他就不知道。他说从考古学上来说，释迦牟尼佛2000多年前已经死了。所以你看那个舍利子啊，那个共舍利啊，舍利只是证明佛陀所证得的真理，他在人间所讲的那些法，证明这个。但实际上，释迦佛作为佛是不生不灭的，佛是不生不灭的，啊，像觉。啊、嗯，觉华定自在王如来，他也是这样。虽然寿命这么多长，但是对于末法的，对于那些没有缘的众生，对于没有福德的人，啊、嗯，他显现了什么相法？相法的时代，哎，相法时代里面虽然是相法，但是这个婆罗门女，她自己叫束缚身后啊、嗯，她还是信佛的，她还是愿意随佛的指导而修行的。但是只是呢，啊，他自己也受人恭敬啊，众所亲近，啊，行住坐卧诸天卫护啊。他因为他有福德，有这样子，他不管是睡觉还是走路，天神都保佑的。哎，反过来说，没有福，满身罪业的人怎么样？大家会不会喜欢？不喜欢。请问这一个大家都不喜欢的人，他行住坐卧怎么样？那就惨了，恶鬼围绕。有福的人行住坐卧诸天卫护，没福有罪的人行住坐卧恶鬼围绕。像抽烟的人，一个抽烟的人百千万个烟鬼跟着，你不抽他都绑架你，哎，抽你抽，你说就有烟瘾。抽烟的人不是自己要抽啊，明明知道抽烟有害健康，为什么？他被烟鬼绑架了，
他必须得抽啊，抽了他缴税啊，像烟鬼缴税啊。喝酒的人，酒鬼跟着；哎，好赌的人，赌鬼跟着；好色的人，色鬼跟着。哎，就是这样。哎，所以什么人你就有什么业，你什么业就有什么力量跟着你，业力跟着。哎，但是他的妈妈，他妈妈其母性邪，常轻三宝。因为是在相法之中呢，相法之中什么样呢？相法之中比我们还好一点，我们现在是处在末法之中，啊，那相法就佛陀涅槃之后啊，正法五百年，啊，然后这后面这一千年相法，啊，那当时那个印度啊那些啊，像那兰陀啊、玄奘大师去啊，那个时候还处于相法之末。那已经是属于相法了，但相法之末了。那个时候佛法在人间还是很昌盛的，证阿罗汉的人还蛮多的呀。那比我们现在强啊。但这个时候你看，他妈妈在相法当中已经对三宝不恭敬了。因为什么？他因为在看到佛像啊，看到经书啊，看到出家人啊，他说这佛像泥塑木雕的呀，哎，这是假的呀。书这写的这个字，谁都能写书啊，这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啊，他看这个书，他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。对于出家人，那出家人是凡人做的，剃个头就做出家人了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所以他在相法之中，他这时候对三宝已经生不起恭敬心了。请问，父母对我们有没有恩呢？但是我们小孩子懂不懂啊？小孩子不懂的，小孩子，哎，照样放赖啊，照样那个拉妈妈衣服，有的还拉妈妈头发，打妈妈啊，这个为了自己的用，他不知道妈妈是他天底下最最最最最有恩的人，小孩子不懂的，反而以有恩的人造罪业，对不对？请问三宝有没有恩呢？特别是我们这个五浊恶世的三宝，他还不是极乐世界的三宝。极乐世界连那个连小鸟都会念佛念法念僧啊，娑婆世界诸佛菩萨要有怎样的力量，披精进铠甲忍辱衣服，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五浊恶世里来，而建立起三宝的形象。为什么？就是要救我们啊，到五浊恶世来救我们是不容易的啊！你像我师父好了，为了把佛法保存下来，那么被批斗他也不退，照样跟他们辩论啊，自己无论受多大的苦不退是对三宝的信心，只要给他机会马上就有建寺院剃度出家人啊，收徒弟。在逆境当中，那他为什么不那个呢？他要为了自己的话，那我可以放弃嘛？你说我不要信，哎，你说信要打你，你只要不信啊，就你有好日子过，啊，好。他都为什么不说我不信呢？哎，他们说，你们学佛的、信佛的是迷信，封建迷信。我师父说，我迷什么了？我也没喝酒，我没抽烟，我迷什么了？我脑子清醒得很，哎。跟他们辩论，但是毕竟受欺负嘛，那个时代你跟他辩论还了得，给你戴高帽，给你游街，哎，就去侮辱你嘛，哎，让你受委屈啊，这样的就是这样。你可以知道那佛法在人间是不容易的啊。我们百岁宫，那百岁宫无暇禅师文革的时候，徒弟们把他放到土里埋起来啊！等文革之后，还有几个师父还没死啊，还知道埋在哪里。把他挖出来的时候，埋的时候把他撑的那个铁杠子啊，铁都烂掉了。他的肉身埋在土里面洗洗还是好的啊。为什么无暇禅师要这么坚持啊？铁都能烂掉啊，他肉身都不烂啊，为什么？无暇禅师现在那个手势，百岁宫里那无暇禅师手势，
他不是一开始是这样的，他活到120岁才涅槃，涅槃3-4年之后才被人发现。他用血抄经抄了100年，用自己的血吃没好吃的，在山里面修行没人知道的，然后还把自己血抽出来抄经佛经，涅槃之后被人发现了之后才把他起庙把他供养起来。康熙年间哦，大殿着火了，徒弟们就哎呀不得了了，大殿着火了，火也救不掉怎么办呢，这个肉身像不能烧了，然后就来抬这个无暇禅师的肉身呢、抬不动啊，那几位老跪下来磕头啊，祖师啊祖师啊，活可不饶人呐、你赶快显神通啊，你要随我们愿呐、你要赶快撤出大殿、结果就是他们在磕头在求的时候，无暇禅师结果两个手就这样哗抬起来了，一抬大殿的火哗就灭掉了。哎你看，哎，一直到现在百岁宫啊、无暇禅师就是这个手印，现在这个手这样抬起来就这样的，给我们做证明啊，大殿的火可以灭掉，这个铁可以烂掉，他都坚持的要在人间要度化我们这些刚强的众生。哎，就这样，那个九华山有27尊肉身呢、他经过文革都被坏掉了，人要刻意去坏有什么办法？哎，我们那个六祖禅师在文革的时候，他们说把六祖禅师去游街，结果把六祖禅师还去游街，抬着六祖禅师去游街，游街了完游下来了之后，哎，批判啊，对着六祖禅师批判啊，吐唾沫砸，然后他是假的，告诉大家这是假的，哎，那磕头啊什么迷信都是骗人的，然后现场把六祖禅师把身体砸开，里面的五脏掏出来，大街上扔的。你看这个众生多少刚强啊，他可以灭火，他可以海枯石烂，他都那个，但是我们要造恶业还了得啊。我们住的那个惠智寺边上天童寺的也是有一个肉身，有个肉身，文革的时候红卫兵冲进去把他的头给砍下来，结果砍头的那个红卫兵被车压的头压掉，很惨的，他把头砍下来之后头不知扔到哪去了。哎，结果那个身体因为这样被破坏了嘛，就也我问他们，也不知所踪啊。九华山以前20多尊肉身呢、经过文革，现在就保护了2尊，一尊就是无暇禅师埋在土里没有烂，一尊就是肉身宝殿的金乔觉还在，就剩这2尊。好在文革之后，出家人又回寺庙又开始修行，现在到现在短短30年来。又出现了至少6-7尊肉身菩萨了。我们佛教界修出的肉身，所有天下的科学家都给他难倒了。科学的，就这一个肉身就难倒了，他就没有办法解释。人怎么可能不腐烂呢？没办法解释的。所以我做的那个香河老人，就是你看。他到现在还是人体科学院的研究对象，因为研究不出来，没办法研究。我们佛教里的很多现象都是现在的科学是根本没办法研究的，研究不出来的。那也就知道我们现在科学还是很幼稚的，很幼稚的。那这些肉身要在人间，就是要给众生做证明，做福田。所以这个世界现在真的就这样，想学到佛也是，你看看这也是佛，那也是佛，这也是佛教那个，但是你要真想学到佛，你要真要用心的，你不用心啊，我跟你说，你怎么学到真实的？所以我有时候也感叹啊，这个末法时代啊，但是当时他这个在相法，这个相法这个母亲已经信邪，他在就不学这个，不学正觉，不回归正觉嘛，那就是邪的嘛。对三宝常清三宝，三宝如果在面前我们轻慢不恭敬，这就是有罪的。也就是说就像母亲一样，你对母亲轻慢，你对母亲不孝敬是有罪的，因为母亲是对你最有恩的人呢。三宝是我们最有恩的人啊，那个特别五浊恶世啊，三宝来是最最有恩的，超过父母啊，
父母只是生你啊，给你吃，给你穿衣服啊。三宝是让我们永脱轮回的，成佛做主的。所以如果轻慢三宝，这个罪过非常非常重的。事实胜于广说方便，劝诱其母令生正见，而此女母未全生性。一个性很难生的，为什么我们讲念阿弥陀佛呢？阿弥陀佛，佛同时又告诉我们很难性，这是难性之法。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嘛，每个人都有无量光无量寿的，你相信吗？很难相信的。佛就是所有的这个心修到圆满了就是佛了，我们这个里面还夹杂有业障，所以是众生，但是我们的佛性是完全具足的。所以这个婆罗门女怎么样子的广说方便劝诱，你看，请问他所做的这个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做的？这个是不是一切菩萨做的事情啊？但是这个对象呢，度化的对象怎么样？令生正见，他的正见能生起来吗？很难。请问这个很难，这个母，这个为其母，这个母指的是不是我们啊？我们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诸佛菩萨广说方便，对我们劝诱我们，我们也生不起正见呢。啊。虽然偶尔生一下，生了又不幸了，所以叫未生全性，未全生性，偶尔幸一下，隔回就不幸了。哎，有的是到庙里来，哎，做个法会，幸了，又回去过两天，这个不能幸，哎，是这样的，啊，所以他啊不久命中。魂神堕在无间地狱，所以这个很那个的哦。佛三宝本来是我们众生最有恩的，但是如果面对三宝，我们硬生性不生性，硬生恭敬不生恭敬，反而如果以三宝造恶业的话，下堕地狱会更严重。这也正是诸佛有时候悲悯我们呢、啊。佛有时候不现佛身，现菩萨身；菩萨有时候不现菩萨身，现声闻缘觉身，给我们现一个哦，我只是出家的，我只是出离。其实他不是，哦，他是外现声闻的形状的，内秘密的埋着火热的菩萨心肠啊！哎，但是呢，他不能跟你讲法，他跟你讲法你要诽谤的，他不能来度化你，他显现一个独觉声闻。啊，或者是呢，显现国王大臣，显现一个有钱的大老板，对不对？有的你这普通的我出家人讲法他不听的，老板讲，初一十五大家都吃素啊，哎，大家都是吃素的，哎，带你们去朝山拜佛去啊，哎，大家都跟着一起朝山拜佛去了，我带你们皈依三宝，大家就都皈依三宝，想，哎呦，老板这么有钱，你看，哎，这个学佛真好，哎。他就是假的，好了，他也跟着老板后面啊，他为了那个，他为了让老板生欢喜心。但是你真出家人，你给他那个，他说我你出家人，跟我一点利益关系没有的，我在你身上图个什么？他一点，他觉得你对我一点好像没有什么，没亲戚关系，也没有利益关系，什么关系也没有，我为什么要听你讲话？哎，我听你讲了，大概我还要我。最后你还要给我化缘，我离你远一点啊！所以现在连出家人好嘞，我如果别人擂鼓作威啊，这个旗鼓喧天啊，这个两厢排列，结果我做了一个 QQ 下来了，哎，你想想看好嘞，那
这世间人他就是这样的嘛，你什么样他就有什么气氛嘛，对不对？哇，哎，那你肯定就不像嘛，对吧？哎，哎，他就是要好像大家看，嗯，就是啊，你想在国外的时候警车开道哦，然后再找几个人戴着墨镜边上的给你站着，哎哎，那就是你印度就是这样的啊。印度每一次他们那个他婆罗门的那个节日的时候，就是各个长老出来的时候，就是哇，都是保镖都在两边站着，哇，那师父保镖越多代表师父级别越高啊，然后你有五个我有十个，你有十个我有二十，你有印度保镖，我找几个美国保镖，哇，那个蓝眼睛绿头发的做保镖，哇，就觉得这师傅肯定厉害，你这么多外国人给他做保镖，你看这个现在啊，你们这个印度每年都是的，那个法会出来都是哇，那个车那很夸张的那个车弄的，然后那个师傅坐在上面，哦，都打扮的就像神一样，然后下面的保镖都站着排着队啊，这个车花车这样开过去，然后这就代表他们的每个团体啊，也就是这样的。哎，就是说那你要有重量，哎，你要有重量，你没有重量别人他不被你影响啊，哎，不被你影响。哎，你像那个体光老和尚上个火车别人都不让他上，他说你这个衣服这么破这么脏，他说我老和尚心里很干净，哎，那管你心里很干净呢，对不对？这个世间他就是这样子的，对吧？哎，所以地藏菩萨，你看地藏菩萨威德更大啊，那要到哪儿还没去呢，那个宝云就已经先去了，对不对？那地藏菩萨修的这就是啊，这个威德力啊，他也是种种的嘛，叫劝诱，对不对？种种方法啊，广设方便，广说方便，广设方便，劝诱啊，对度众生就是这样的。但是就这样的话也是那蛮难的，哎，所以堕落在什么无间地狱啊，这个只是讲的无间地狱，这个啊无间地狱什么样子的啊？为什么我们前面说哦，这个哦，听到的地藏菩萨名号啊，赞叹瞻礼称扬称名啊，塑化，哎，都沾光啊，都能33啊，百返生于33天。那请问大家喜欢不喜欢提地狱啊？不喜欢的。虽然我们都是地狱恶鬼畜生里来啊，不知道多少次啊，但是我们那些不好的都忘掉，就记好的，哎，只是幻想的好的，对不好的总是不去啊，不去那个的。十婆罗门女知母在世不信因果，既当随业必生恶趣，随卖家宅广求香花，集诸共聚与仙佛塔寺大兴供养，见觉华定自在王如来，其形象在仪式中，塑化威容端严必备，十婆罗门女瞻礼尊荣背身敬仰。就是敬仰也要分好多个等级的，你是一点点敬仰，还是很多敬仰，还是很多很多很多敬仰啊？就是这个是当时这个婆罗门女，她就说她妈妈不相信因果。请问我们现在这个世间的那么多妈妈都相信因果吗？那这些妈妈们不相信因果，死了之后会不会去恶趣啊？什么叫恶趣呢？地狱、恶鬼、畜生三恶道。如果不信因果，这就是很可悲啊！你我们现在如果做市场调查的话，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相信因果？我们就是初初学佛了，表面上来学佛了，我们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来说服自己相信因果，是不是？是这样的，不是说一信佛了就相信了，更何况不信的人，不信佛的人更是不相信因果，因为这个因果他看不见摸不到，
我们总是说啊，看得见摸得到的，所以要信因果还真的是不容易的。那这个世间，我们这些世间广大的妈妈们都是这样啊，不记因果，当记当随业，那要随着他的这个恶业去，因为他不相信因果，所以他就感召恶因啊，感召恶业啊。他反正想，有的很多人想，这个人一死一死一了百了的，所以既然一了百了了，那不及时行乐啊，什么快乐做什么？哎，那就眼耳鼻舌身意，什么让他的啊，让他能够陶醉，他就做什么，他就不想这些。我以后会果报啊，不相信因果的人，他就是这样。所以这样的人，他不怕恶业，反过来说，他也不愿修善。他说：“为什么我要修善呢？我修善不吃亏吗？”哎，对不对？我们信因果的人觉得，哦，我买放生，买来放生，把它放了，哦，我以后的身体会健康，然后我放掉的这，我给他念经念佛，他以后会解脱。那不相信的人，他觉得，哎，奇怪，我拿着钱100块、1000块、10000块，有时候听我们说一放生了100000块，他就觉得，哎呀，那拿了100000块钱买来又给他倒到河里了。他说，你们这些人愚痴不愚痴啊？哎，那有的人指着我鼻子骂，他说：“你罪过，这一车鱼就倒到水里放掉了，你罪过，他妈罪过！”哎，那你想，他怎么可能？他拿钱来，然后他觉得一点没有的，他就把那个鱼就丢掉了。他说：“那个水嘛，打的水漂还听个响呢，对不对？你这就买来就放掉了。”他说：“哎，不吃还把它放掉。”哎，他不相信因果的人，他是很难想象这个的。所以他不会戒恶，也不肯修善的。那不修善也不戒恶的人，那肯定是堕落恶趣的。那既然他们堕落恶趣，那怎么办？他也不相信，他也自己不会信因果，也不尊敬三宝。他不戒恶修善，也不会修福，那怎么办？那我们这天下这么多妈妈们都这样，那怎么办？那我们这些子孙有没有责任呢？哎，那你看，十婆罗门女，啊，这个是干嘛呢？随卖家宅啊。哎，那请问我们能做到这个吗？我们能做到吗？为什么在相法当中，最后，哦，他都听到了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跟他讲话？为什么会？那也就是我们现在末法时代，我们也看不到佛，也听不到佛。听到的呢，很可惜。如果谁说啊，我是什么什么佛跟你讲话，有可能你别相信，有可能那个是鬼。哎，我们末法时代的业报就是这样啊。那很多的世间的巫婆神汉都号称说我是什么佛，什么是菩萨，千万别信他，你信他就倒霉了。末法时代为什么也不见也听不到？那就相法时代好了。那婆罗门女是怎么听到她现前的？你看，她妈妈去世之后，她为了她妈妈，随卖家宅，广求香花，集诸供具，与仙佛塔寺大兴供养。啊，你想想看，我们如果父母去世了，我们能够这么做吗？我们能是这样做吗？有几个是这样做的？有没有？你有没有见到过？见没见到过？我可能听都没听说过。哎，啊，我们只是啊，在黄梅戏里听到那个什么董永，对吧？啊，爸爸死了啊，把自己卖了，买个棺材给爸爸入葬，没家财好卖，把自己给卖了。啊，那其实我们社会上这种很少的，那婆罗门女她就是。卖家宅啊，这个，那为什么平时我说我不化缘、不攀缘、不干什么？因为知道众生对钱执着，非常执着的。你跟他要钱，他就说我宁愿不学佛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不问你要钱啊，甚至什么都免费啊，免费啊，超度免费，法宝什么都免费，
有时候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，每次《地藏经》我读到这一段，我就想，哎呀，你看，那个这菩萨就是菩萨，菩萨为了妈妈不计一切代价，先是外在的房子，哦，家里的金，所有的值钱的都给他变成那个啊，用香花供具去供养寺院，供养出家人，哦，然后看到佛像啊，佛像啊，塑化这个端严必备啊，所以佛像庄严很重要啊，佛像庄严很重要的。我们以后要做佛像，就是要做很庄严。说今天你看，这次我们你看我们佛像都庄严吧？网站里找啊找啊找啊找这些最庄严的啊，清晰的。哎，人一看到庄严的佛像，心就生欢喜。但是我们现在末法时代，你真的要想找庄严的佛像，还真不容易。哎，要么就是身体比例不对，要么就是个头比例不对，要么就手比例不对。哎，要么两个眼睛一个高一个低，所以我这个看佛像，我很仔细的，我这看佛像很仔细的，五官端正，耳朵大，那个哎，每一项都不能缺，眉间白毫，胸间万字，啊，头上罗髻，头顶肉髻，一项都不能缺，缺一项它就不是佛的，佛是32项具足的，但是现在这世界上，哎呦，很难，特别我们中国。中国那个文革之后，做佛像基本上都不信佛的，做佛像靠他赚钱的。然后呢，你不信佛，他也不去研究，哎，照葫芦刷画瓢。然后呢，佛像弄出来好嘞，哎，就是那个万字好嘞。你出去看，90%的万字都是反的。哎，你跑到印度看，印度看连牛的，别人画的牛身上的万字都是正的。哎，到中国佛像身上的万字都反掉了。哎呀，这就是真的末法时代，真的没办法，很可怜的，所以这个佛像一定要做的庄严很重要，但是最主要什么？我们对佛像就是要升起这种恭敬啊，所以婆罗门里瞻礼尊荣，瞻礼尊荣，背身敬仰，哎，说对三宝要仰视啊。所以有时候有的学者来跟我那个，我就说，你虽然在研究佛法，但是你把佛法你在俯视佛教，所以有罪的，越研究越有罪。我也在观察呢，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观察大学里有很多什么那所谓研究佛教的人，一看满脸黑气，因为他以这个佛教为对镜，然后他是俯视佛教，越研究越有罪。佛教。你要仰视啊，他是来救你的，这是我们恩呐、啊，恩人呐、啊。你哪怕不懂，你不可能，你不可以不敬，对不对？不懂不要紧，慢慢学。但是你不敬，甚至以不敬的心去研究，那就糟糕了。哎，所以这里面叫你看，背身敬仰，仰视佛陀，恭敬佛陀，这个姿态很重要。哎，你像我们那个，我们这里。99米地藏菩萨，那我们总要仰视了吧？不仅头要仰视，心态要仰视。不是头仰视，他心里蔑视。他如果那么想，不就糟糕了？所以虽然是99米，但也有人心里面并不仰视他。所以哪怕是很小的一尊佛，所以我上次讲法的时候就讲到，哪怕很小的一尊佛，那佛有大小吗？佛没有大小哎，看到佛当意念真佛啊！哎，哪怕这尊佛是泥巴捏的，那请问那佛到底是哪？是有金银铜铁的区分吗？哎，佛就是佛，再小它也是佛，所以那懂的人在小佛当中也能见到他的大方广，也能升起恭敬之心，哎。那如果不懂的人，就是99米地藏菩萨，照样在他面前造罪造恶业，哎，所以就是我们要讲经，要说法，要让我们真正的了解佛法的，能够佛来救我们，我们还得配合呢。你不配合，依着佛也会造业的，而且依佛造业那个罪是很重的，很重的。啊，所以今天我们。就先学习到这里，我们好好的回去回味回味，
这个婆罗门女啊，为什么能做到这样？我能不能做到这样？啊，如果你做不到，那你怎么见佛？怎么听到佛的声音呢？真理的音声呢？因为你的心就虚伪、浅贪，被这些覆盖着嘛，业障着嘛，啊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思维。哎，今天就到这里。起手本然尽心底，悟尽佛藏大自尊，南方世界永相依，相遇化云起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、培育优秀僧才、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。20多年来，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，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，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，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。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，让大众接触佛法，明白因果业报观念，才能断恶修善，改善命运。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，学习佛法，才能离苦得乐。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。为了护持佛法永续，利益更多众生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，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，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，润泽群生。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，50444468，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，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电话03989-9319，03989-9319，传真03989-8787，03989-8787。新逢教孝月、吉祥月，慈悲置业台南分会恭送地藏十轮经，恭请湛信法师主法，日期7月29日至8月27日。
时间每日下午两点，联络电话06271-6616，06271-6616或06271-6612，06271-6612，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二段345号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，避免信众于密闭空间无法保持社交距离，一律采直播方式共沐佛恩。现场无法立牌位，请上网登记为往生49日内的亡者回向，亦可登记毛孩。我是罗一军。如果您是 COVID-19 确诊者，绝大部分情形是可以在家中进行居家照护的，请注意自身症状，多休息，有需要时可与居家照护医疗团队联络或安排视讯门诊。此外，确诊者会收到自主回报疫调系统的简讯，经检核身份无误后就可进入系统，提醒您一定要完整填写疫调单内容，也请告知同住亲友、任职公司或就学联络窗口等，依指挥中心的规定进行相关防疫措施，照顾自己也保护他人，让我们疫苗打三剂，一起做防疫。说到皈依呢，我们一定要了解佛法修行的第一步应该学到的第一个内容就是皈依。根据噶当派的传统啊，一位具德的上师带领一名聚气弟子的时候呢，需要按照佛法的次第慢慢的来教导他，而且呢，一切修行的开头就是皈依三宝啊，这一点呢非常重要的。以前呢，在康区有一个人呢，想要在一位上师面前领受教法。他跟上师说啊，您一定要从头教导我。于是呢，这个上师就答应了他的要求。但就在这位上师啊打开经书想要开始讲的时候呢，遇到了一个问题。可能因为这个上师没有太多的修行经验，或者什么原因，因为很多佛经的开头写的都是梵云、藏云，还有续分等等，这位上师呢就实在不知道哪一段才是真正的开头，直到最后呢也完全没有找到开头在哪里。后来呢就有人请教了波多瓦大师这个问题，波多瓦大师说佛法的开头就是从皈依开始。那么在皈依之后啊，第二步就是要顶礼三宝。所以呢，卓杰呢在全文的这个首句写到的就是顶礼三宝啊，或者礼敬三宝。那为什么卓杰要最先写到顶礼呢？这里呢，我们要了解一下有关顶礼的两种必要。一方面呢，这符合了所有大德和圣者一贯的做法。另一方面呢，通过首句顶礼可以令所要开示或者将要去做的事情终得圆满，不至于在进行的过程中出现什么障碍阻力，导致呢最后前功尽弃或者半途而废。
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基本上在做善行的时候，尤其是比如说行持佛法、讲法、著书的时候，总是会出现一些障碍。比如说我每次讲这些比较大的课程的时候，都会出现一些障碍，甚至有的时候呢，一些佛行誓言呢，会严重到让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完成。这些障碍里面呢，其实很多都是由于福报、福气不够而造成的，或者也可以说是曾经的一些恶因而导致的恶果现前。所以呢，想要避免或者说消除这些恶果、障碍等等之类的问题，唯有通过累积自己的福德，增长福气，来化解和消除，从而呢使我们想要做的事情顺利圆满的完成。那顶礼礼赞三宝实际上就是在累积福报。这种方法呢，其实就是通过自然规律或者说是缘起的力量、因果缘起的道理来达成我们的目标。那顶礼的对象又是谁呢？就是三宝。通常在佛教当中呢，无论我们要去做什么事情之前呢，第一步要做的事情都是皈依三宝，然后在礼拜和供养了三宝之后呢，才正式开始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。基本上这是所有佛教宗派都通用的一种规矩和做法。说到顶礼呢，据说阿底峡尊者他有一尊小佛塔，他平时呢都会随身携带，然后呢每每遇到一点点这个令他不安或者不知所措的时候呢，他都会拿出小佛塔，然后呢在他面前献供祈祷之后呢，他的心里呢就马上就会觉得比较踏实和放心。所以呢，直到今天呢，纠结事业的影响和这种流布啊，有多么广大和深远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目共睹的。不管是他写的著作也好，还是其他的任何佛行事业，都是那么广为人知，深入人心，历经千年仍旧为人传颂啊。这一切都是证明了他的所作所愿全部如他所希望的一般圆满实现。当然呢，这不仅仅是尊者自身的力量和加持，同时呢也是他不断的祈请三宝、供养三宝、累积福报的实际证明。而鸠摩罗什的这种对三宝的这种信心，是建立在全方位的、透彻的了解三宝功德的基础上，通晓有关三宝的所有知识的情况下，才升起的一种全然的信心。不是像我们这样只是比较表面的，没有深入